Hello，大家好啊！今 Hello，日好熱鬧啊，我哋請到兩位靚女嚟啊！有 Daisy 啦，張欣慈，同埋有阿 Cash 啦，我師妹李基雪。啱啱今日喺限聚之前，我哋三個人喺屋係企。啦，因為咧就聽日大家都知啦，就即係只可以一黃一後，就唔可以一黃兩後。咁所以我把握最後一個機會，一黃兩後嘅機會咧，幸唔幸福先？好幸福！如果我坐喺中間仲幸福，即刻調位調位啊，調位！唉，真係好大鑊啊！今次嗰個疫情嗰個問題，係影響好大係好大咪？影響好大，係啊，睇下今日個市先啦。咁今日個市咧收報到24,772點。咁我見其實今日一開始係升有成差唔多300幾點㗎。咁後屘又回翻少少啦，而家最後收市係升169點嘅。高位掟翻落嚟啦。係啊。係啊，即係曳曳啲咯。嗱，其實咧之前咧都同大家講過咧。即係我咪兩個禮拜之前啊，兩個禮拜之前做嘅時候咧，我記得都同大家講過，就係話去到大概26,000嗰個位咧，咁我咪話冇貨嘅時候就唔好呢個位追，因為如果佢回嘅話咧，咁其實第一個位咧應該係會落翻25,000嘅。然之後咧，咁其實你見到啦，上個禮拜係已經落翻25,000啦。OK，到上個禮拜我記得同 Daisy 做節目嘅時候咧，咁佢都有講到就係話。落到25,000之後咧，未必會再繼續穿落去，但係可能會喺25,000嗰個位嗰度有個橫行整固浮浮沉沉嘅。咁其實咧，如果你見到今個禮拜啦，雖然佢係有穿過25,000，但係大致上睇到24,800到25,100上下嗰個位走，即係其實大致上同嗰個橫行整固個 range 係一樣。咁其實咧，你可以即係嗱，我今次咧，我準備咗一個圖表咧，就我唔知道會唔會複雜得滯啦，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咧，就係冇有藝術細胞。嗱，即係呢個咧就恆生指數股價圖嚟嘅，咁我可以同大家講下啦。即係其實咧，上次我都同大家講咗，就係話咩叫上升通道呢？其實你見到由三月股災嗰個位，即係話由嗰條兩條平行斜線上去最低嗰個位，三月嘅時候咧，嗰、那個就已經開始營造咗一條上升通道。你見到，而由三月到而家七月咧，好明顯咧係大致上個股市咧係纏繞住個上升通道區間運行嘅。所以點解你話兩個禮拜做節目，你見到我有個圈圈住我哋兩個禮拜之前做節目，我同你講話嗰個位差唔多度嘅位，就係話如果落翻嚟咧，係會落翻25,000點嘅。嗱，其實嗰陣時咧，如果你話嗰個圈圈點樣嚟嘅咧，去到26,000，你睇翻嗰個圈圈嘅之前，我分別有三個大圈圈，你就會見到咧，之前個市喺26,000嗰個位咧，佢跌唔落，即係跌唔穿啊！我哋所謂咧，其實佢嗰個位就叫做支持位。你見到有支持位，其實佢見到有一口、兩口、三口、四口，有四口支持位喺三月股災之前出現嘅，所以嗰個位其實咧之前係一個好大嘅支持位。當你一跌穿咗，而你要再反彈上去嘅話咧，一般嚟講，去到嗰個所謂之前嘅支持位咧，而家反過嚟就會變成咗阻力位，即係叫做阻支持變阻力。所以咧，你見到而家上到嚟呢個位咧，第一棍打唔穿落翻嚟，好正常。但係你見到個市其實而家咧已經係差唔多落翻去到嗰個叫上升通道嘅底部嗰度嘅，咁所以其實咧而家反而我係覺得已經係差唔多去到嗰個 range 個區間，咁嚟緊我會點樣去 predict 個市咧？就係話佢一樣繼續會喺橫行通道上，即係嗰個上升通道嗰條平行線嗰度咧一路咁樣上，但係佢去到26,000嗰個位咧，我相信咧後市係要試兩三次先打得穿。明唔明白個意思啊？就等於佢上一次佢要跌落嚟嘅時候，佢跌咗一次、兩次、三次，打咗第四次，佢先至一口由26,000跌到落去21,000點股災嗰陣時。咁其實所以你上翻去嘅時候，你一樣嘅，呢個係阻力，阻力就變即支持位啦。一個咁大嘅支持位俾人打穿咗咧，其實就會上翻去嘅時候咧，阻力支持位就變咗阻力位，所以變咗依個支持有幾大？個阻力就有幾大咯，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如果大家你要睇住個市嚟炒嘅話，就話短線，我覺得而家應該已經係跌到差唔多。但係咧，你話如果即係後市喺24,800到26,000點呢個位咧，我認為要再 hit 上去破26,000咧，我覺得呢個位係難嘅，起碼你要試2到3次嘗試去破26,000呢個位，去到第3、第4次佢一破咧，嗱咁就唔同啦，佢一破上去嗰個位咧。就真係會可以 break 到上去咯，所以我覺得如果大家講即係講睇股市嘅話咧，純粹想講恆生成個指數嗰個表現咧，我覺得可以咁樣去望一望咯。明白。係啊。今日師兄學到好多嘢。千祈唔好咁講。
咁而家我哋講翻頭先就話疫情，聽日開始就加辣。係啊。咁我哋真係要知道加辣究竟令到個市啊有啲咩問題啦？喂，加咩辣先？睇下先。係啦。有咩？聽日開始係咪？由7月29日開始啦。係。咁啊有，首先第一樣嘢，琴日啲人已經講得最大反應嘅。唔准堂食，係啊，唔准堂食。全日啊，係啦，全日開始。咁翻工嘅人點咧？咁啊零唔係呢個餐飲業都好大問題咯。係啊。咁啊，仲有就係出街就四個人就變兩個人啫，即係我哋三個已經唔可以一齊出去啦。係啊，所以今日真係最後，我諗出禁聚令應該出街啫。我諗做直播應該唔算出街嘅。私人地方係嘛？私人地方係咪先？工作啊嘛。係嘛？工作係啊，工作場所唔算嘅，或者佢有幾個限制豁免㗎嘛？話咩搭公共交通工具有豁免豁免，跟住之後我諗應該係工作嘅場所亦都係豁免嘅。如果唔係嘅話，咁你多過兩個人翻工都唔係啊，即係呢度已經過曬啦，應該係豁免嘅。咁跟住仲有就係體育處。處所啦，同埋嗰啲游泳池都係全部都關啦。咁啊，仲有就係強制性室內同室外都係要戴口罩嘅，全部。咁亦都已經有，即係我上網都見到啦，有人冇戴口罩已經俾人罰錢噶啦。罰咗2000蚊係嘛？係啦，咁呢啲情況，師兄點樣睇啊？哇！你自己諗下，餐飲今年其實你多唔多出街先？今年嘅已經唔多啦，呢半年都，我成日都話咧，呢半年大家都好似發咗場夢咁樣，好似冇做過嘢，唔知做唔做啲咩咁，就已經過咗7個月啦。感覺好似啱啱倒數完，跟住冇耐就差唔多又倒數啦嘛，5、6、7月，跟住下半年噶咯喎，而家已經進入。唔係，今年咧個感覺係咩咧？純粹係好似過緊節咁樣嘅，即係一直都過緊節。過完聖誕節，跟住就新年啦，新年之後冇幾耐咧，跟住就端午啦，端午之後而家講緊係咩咧？中秋。係咪即係好似咧？其實係一路咁樣過緊節日，跟住就好快就到聖誕節。誒，重陽。係啊，咪就係好多人咧新年農曆新年，佢哋會係翻去鄉下嗰啲度過節。都冇啊嘛。咁唔係，佢哋有過啊，有好多。最初嗰陣時農曆新年嘅時候，有啲人都仲係覺得唔係好勁嘅啫，唔怕啦。我翻去武漢爆啫，我翻嗰度我鄉下唔係武漢，冇事啦咁樣。咁但係好多。新年前走咗翻去，根本都冇再翻過落嚟，翻唔到，係啊，咁所以到而家可能佢哋仲係覺得農曆新年假緊喎咁樣。嗱，days你多唔多？即係呢嗱，由年初到而家，你同朋友食飯多唔多？喺出邊聚會啊？梗係少咗好多啦，尤其是話即係聽日開始就連晏晝都冇得堂食。我頭先已經把握最後機會食埋呢個最後的午餐，唯有我哋而家我哋外賣咯，而家。其實咧，即係唔好講話咩，佢限唔限聚啦。你由今年到而家，你一見到佢一步一步咁樣封嘅。餐廳啦，跟住之後一開始就話本身就話限入座率又要50%啊嘛。跟住又話咩？又要嗰啲台同台之間又話要有1尺定1.5尺個距離啦。跟住後面其實1.5米係啊，類似啦。跟住你後面咧，你見到咧就開始講啦，戲院啦，跟住美容院啦。咁其實你見到係一步一步咁樣撳。嗱，其實你出街食飯好多嘢係同其他嘢去相配合嘅。你如果同朋友食飯，可能你會之前喂。睇場戲先啦，睇完場戲去食飯，又或者係係啦，或者譬如可能我同 Daisy 去想拍下拖咁樣嘅，咁你梗係會食飯睇戲㗎啦。咁可能Daisy 想見我之前，梗係又會去埋美容院扮下靚啦。嗱，其實呢啲咧係一條龍㗎。你禁餐飲，其實等於禁埋其他，好多時候其實已經禁埋其他，因為你如果你冇得出去食嘅話。你會諗，咁其實我不如唔好出去做美容啦，都唔知做乜好嘅，係咪先？即係其實，尋日我都同其他朋友咧，佢哋講咗個笑話，就係話啊，而家拍拖嘅話，你又冇得出街食飯，又冇得睇戲，又冇得唱 K， 咁可以做咩咧？咁我朋友佢哋就講話，得一樣嘢可以做嘅啫，只有可以開房。唔使，我俾多條路你，你可以嚟揾我。有咩？可以嚟揾我搞掂。人哋拍拖啊，兩個人啊，人哋驚。嗱，我哋俾大家睇下啦，即今年咧嗰個餐飲股咧，即其實表現啦。嗱，年初嘅時候咧，咁啊左邊第一格啦，咁咧周一收報，即係講緊琴日收市價啦。咁你會見到sorry。好明顯食咗外賣啦。食咗個葡撻，希望收音嗰一下收得唔係咁好。嗱，咁你見到咧？
蝙蝠那裡呢，即其實大家都看到，最跌得最厲害的聚福樓呢，即是年初到現在都跌了三成多的，普通一些那些，即其實大你說大快活大家樂呢，其實都兩成，差不多兩成啦，即你很明顯看到一件事呢，就是說這一類的一個餐飲股呢，其實到現在為止整批的股價是很慘的，即是呢 你如果Daisy我們上個禮拜做節目或者前個禮拜整這兩個禮拜呢，大家在說什麼呢，哦，生物科技股，然後就什麼，生物科技股啦，恒生納科技指數啦，即是說那些什麼騰訊啊，阿里巴巴啦，你會看到呢，完全好像是覺得這個世界是有兩個世界的，兩個領域，是兩個領域的，有一班人呢，就是炒那些股票炒得很開心，然後呢，原來呢，我們有這一批股票呢，對於香港餐飲業來說呢，是相當相當嚴重的，嗱，你看到它之前都還可以說入座率減半保持距離，然後說入去量體溫，那你都看到他們呢都跌成這樣，即到現在這個位置，即 我想問一下你們，你們覺得他們跌完沒有了？我覺得沒有，你轉回我覺得沒有，你覺得即反映了他們那些悲慘情況沒有？我覺得是現在明天才，即以香港為例，明天你才開始再加辣，那其實後面的影響根本就未真正出曬嚟咯，同埋要幾耐又冇人知啦，真係要持續到幾耐？即係好似嗱聚福樓咁，佢除即係佢有好多唔同嘅業務啦，咁好似圓圓黃燕咁，其實佢係主力係擺酒嘅。咁而家擺酒邊個可以擺到？我有好多朋友即係今年就諗住結婚，咁啊擺酒啦，二月就 postpone， 咁去到六月即係唔結住。唔係佢簽咗字㗎啦。哦，簽咗字。咁係擺酒擺唔到嘛。咁跟住就褪咗去六月啦。咁都叫好好彩嘅。其實六月嘅時候，佢啱啱係由八人，佢臨擺之前幾日咧就放寬翻嘅。咁所以我哋當時去飲咧係可以一圍台十二個人坐嘅。但係佢擺完之後冇耐就七月，而家就出現而家呢個疫情啦。咁即係話其實佢好好彩喺中間嗰個罅隙度，佢可以擺翻。佢如果早啲或者再遲啲又擺唔到㗎啦。即結婚都要揾位攝喎。係啦，咁跟住我仲有喺 Facebook 啦，見到其他即係我哋呢個年紀嘅同學好多都可能即係而家都會結婚啦咁樣。咁我見到有個去到我呢個年紀啲人係離婚喎。比較簡單，即係因為疫情反應啦。咁咧，我見到有個朋友寫住啦，佢話：我究竟幾時先可以擺酒？佢話我個女兒都差唔多一歲啦，咁樣。哦，即係結咗婚簽咗字。係啊，一路騰都未擺得。明白。咁有啲人索性就，我唔想再一路掛住有呢件事，究竟幾時擺幾時擺，索性就係 cancel 咗佢唔擺住啦咁樣。因為始終你都結咗婚啦，咁呢樣嘢可能疫情啲人就會覺得。如果你即本來是一件即很開心的事啦，但如果疫情關係有什麼 touch wood， 你有親朋戚友來到而真的感染了，那你就麻煩了，那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擺酒那些酒樓啊那些，其實我覺得應該是很大影響，而且我覺得是 未出曬，未見底，因為其實通常你擺酒一定會落訂的嘛，那現在很多不擺得的訂都收不到，沒辦法，有些甚至乎要退，那你想想多影響他們的業務。啊，你看看，即譬如我哋俾大家睇下聚福樓嗰個股價，即係見到呢個股價圖咧，即其實都幾得人驚嘅。你見到，哇！佢嗰個位咧就喺邊度一路咁樣收勢先啦。你望下，哇！即係佢由呢度啦，都唔好講到咁遠啦。即係2019年年尾到而家，即係放翻大少少，你望下咧，即係佢一路三月呢一波去到呢一度啦。其實佢已經係你見唔見到啊？跌超過三月，呢度呢個位係三月呢個位啦。其實佢已經係再跌緊，跌穿過三月嗰個位。即係聚福樓之前我哋傾過，聚福樓佢本身係做咩？有咩業務係餐廳係又係關聚福樓？好多嘅喎，打邊爐係啊，牛角啊，牛角，牛乜牛物啊？係咪好慘啊？即係咧嗱，我哋如果睇翻即係譬如話，我當唔好講咁遠啦。譬如話你大家樂咁樣計啦，即係嗱，因為嗰個可能係一個屬於叫做。即係叫做中檔餐飲啦，即係大家樂呢類型咧，呢啲就肯定係即係叫做大家都會去幫襯啊嘛。相對地嘅影響會少啲。係，相對係少啲嘅，即係你會見到咧。因為堂食佢哋平時啲人都係好快食。其實我尋日都係有同朋友係傾緊呢個問題，餐飲業嘅話咧，其實有可能一啲。
反而平價嘅餐廳，可能佢哋嗰個影響冇咁深，唔係甚至乎可能會高咗，因為個個都叫外賣啊。你叫得外賣，你唔會去翻平時即係、我去個酒店，平時我食開嗰間買個外賣，即係因為你覺得外賣你係 keep 唔到嗰個 quality 噶嘛。咁我做咩要買啲咁高級嘅嘢咧？尤其是我唔會走去酒樓俾十個點心我外賣啊，咁你唔會噶嘛，你就會覺得我橫掂都係要嚟充機嘅啫，即係延長生命。咁我求其啦，你唔會咁有要求。咁所以啲貴價嘅餐廳就應該係最大的影響。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譬如啱啱先頭咧，我哋睇過兩個估價圖啦，一個就係聚福樓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大家樂啦。其實啱啱阿 Cash 同大家講嗰個故事咧，我覺得分享得好好嘅。嗱，我而家咧，我諗相信好多人都會有嗌外賣啦。你哋有冇嗌外賣啊？有。我嗌外賣，我一般係嗌咩嘅咧？我係嗌50蚊樓下嗰啲嘅。然之後我會揀咩咧？我會揀啲中小型茶餐廳嗌嘅。因為點解咧？就係、是、好似 Cash 所講。嗱，我琴日咧就叫咗和民，啊，佢冇俾贊助費我嘅，不過我照講，我嗌咗和民。嗱，我嗌咗和民嘅一個叫做豬肉飯，嗰、那個豬肉飯咧就唔知68蚊定78蚊。咁我嚟到之後咧，我食我屋企食啦，我覺得我個質素就好一般嘅，即係啲牛咧就有少少韌啊，跟住唔係豬肉嚟嘅，豚佢叫做豚肉飯，啲豚肉就有少少韌。咁跟住之後，我又覺得有冇嘢飲嘅。單一個飯嘅啫，68定78噶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嗌嗰啲普通小型餐廳咧，我嗌一個星洲炒米，再連埋杯嘢飲，其實佢60蚊留下喎。咁所以啱啱其實先阿 Cash 所講就係見到咧，即係話喂餐飲股入邊點解有一啲股票佢跌得勁啲？點解有啲跌得冇咁勁咧？因為有一啲可能喺疫情下邊，其實可能我幫襯多啲嘅，你好似大家樂大快活咁樣，佢有焗豬扒飯噶嘛？喂，40蚊個焗豬扒飯有乜所謂啫？我寧願我分分鐘其實真係因為依個疫情，我嗌多咗都唔出奇噶，係咪先？講真，好多時咧，而家你平時同啲朋友出去食飯，你會揀間可能好似你講和民咁樣，你會揀覺得揀間好坐啲噶啦，同朋友食飯傾下偈咁樣，有陣時未必係去啲嘢。好唔好食嘅？係啊係啊。咁有陣時甚至乎有啲貴唔等於佢好啦，尤其是啲集團好多買佢個位坐啊嘛。係啊，好多其實係越嚟越差啦，越做越差啦咁樣。放心啦，啲事我稍後會更改一下我嘅策略，我約你去大快活食飯。咁但係當你去外當你外賣嘅時候，你就覺得我又享用唔到佢哋嗰啲即係。座位啊，或者嗰樣嘢，咁我點解我仲要俾嗰個價錢咧？咁我不如俾個低啲價錢，可能啲嘢食都未必唔好食噶喎。因為你叫外賣，你拎到翻公司，可能有一段距離啦。就算好食，都本身已經跌啦。同埋咧，呢次疫情對餐飲股最大嘅問題係咩咧？上一次嘅疫情咧，嗱，我唔知 Daisy 出曬未啊嗰陣時。你知唔知有冇我哋香港經歷過一個叫做一蚊一隻雞嘅年代？因為一隻雞稻香嗰啲啊，你扮唔識啊嘛？你話我真係未出世喎，咁樣講啊！我哋嗰陣時咧，即係經濟差嘅時候咧，係真係推出一蚊一隻雞嘅年代嘅。你嗰陣時叫一蚊一隻雞，佢係咩咧？因為希望你去幫襯佢一蚊一隻雞，然之後去食其他嘢，去有其他嘅消費嘅。但係你一台只可以叫一隻嘅，唔可以一人一隻嘅。但係你起碼係咩咧？即係佢吸引咗你。唔係喎，但係我聽我媽講嗰只係，可能經濟嗰陣時係咪再差啲？係食完佢 make sure 望住你成碟食曬，佢俾你再嗌嘅喎。即一蚊係可以無限嗌嘅喎，我又記得好似唔係嘅，係一台一張嘅，係啦。可能唔同公司又唔同。可能係。但係咧，即我想表達嘅一個點係咩咧？就係話你當時嗰個餐飲股咧，點解個疫嗰個情況冇咁嚴峻？個原因就係因為你都仲可以咁樣去透過一啲 promotion 去刺激佢。但係你今次你而家呢個情況咧，就好似啱啱你所講，如果我真係本身做開中高端嘅餐飲股咧。我真的很沒辦法，我突然間我是本身賣開80元一個飯，我為了做這個生意，我吸引到這些客戶，我將它打成40元一個飯，你很難做的。那你就變成其實中高端那些餐廳在這次疫情你就見到股價就捨得 更加金咯。喂，你大快活大家樂太興50-60元一個飯，它沒有影響的，你不是都是照嗌，它不做得的，它就找那些什麼食物熊貓啊咩 delivery 咪送俾你咯，咁其實一樣做得到，所以其實咧，即係呢次疫情比嗰次嘅疫情更加嚴峻啊！對於嗰個餐飲股嚟講，就係話佢連令到你去食刺激佢嘅方法，而家都封埋佢條路咯。
因為以前冇限聚啊嘛，以前曾經即係就算你話沙士，我哋香港都經過一役啦，但係當年如果我冇記錯啊，係冇限聚呢樣嘢噶嘛。冇限聚，冇限聚，係嗰陣時係啲人唔敢出街啦，因為死咁多人。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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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係而家直頭係話，你如果你政府出了個限聚的話，如果我們這樣三個明天去吃東西，我們都會犯法的嘛，所以是一個更大的阻礙咯，對於他們想什麼方法出來，想什麼廣告，想什麼市場的推廣都沒用，那些人不去得嘛。但是 有人歡喜有人愁，即剛剛我們先頭看餐飲股好死啦，即是都是香港的，但是呢我們看一看另一個板塊，即是那另一個板塊很不同，即是你看看可以看到呢，阿 Daisy 分享一下，即係嗰個本嗱，大家都係本地嘅一個零售業，一個餐飲業。你見到本地零售股咧，有啲真係好強橫喎。係啊，尤其是即係HKTV Mall啦。即係邊只先？即係香港電視啦。香港電視啊，一一三七係咪？係啊，即係哇，係128%喎。呢樣係我見證住嘅。係。係因為其實我自己有業務喺HKTV Mall度賣嘅。係。咁啊，好明顯咧。在這個對上一次停貨的時候，那些生意是突然間的 order 很明顯，所以 cash 應該最近都賺很多錢，就跟1137的股價跌幅一樣。我也想啊，即我是很明顯的，但我那些是很雞碎的。那好了，跟住之後呢，很明顯就是呢第二個位置就是開學復貨，跟住單就 drop 了下來。好了，跟住去到突然間呢、這個兩三個星期，突然間又上翻去。其實好明顯就係話出咗限聚啦，或者唔可以翻學啊，或者甚至乎有啲人雖然而家唔係話唔可以翻工，但有好多人都 home office 啦，亦都盡量避免出街啦。咁就好多人，即使可能有啲會覺得啊，我會唔會去街市買一定係最平嘅啲嘢，或者喺超級市場買係最平嘅咁樣，但有啲人都會覺得哇，我唔出去啦，我喺屋企。我上網買嘢，撳個掣送到你屋企門口喎、所以其實除咗 HKTV Mall 應該有網購嘅公司嘅業務，應該都會係有向上嘅。阿 Daisy 應該係知啦，即係呢啲股票咧就係我之前講話我最中意嗰啲股票嚟嘅。你睇下咧，即已經見底。嗱，你見到咧，佢呢啲咪就係我講嘅橫行，然之後同嗰啲平均線糾纏埋一齊嘅。跟住當佢一 break 嘅時候，我記得你應該同我都記得同你講過啦，好多次啦。當佢一突破呢啲平均線嘅時候，其實你一路咁樣上，你見到冇回頭噶。我咪同你講話，即係當你一個股票，如果你喺呢啲位度橫行嘅話，其實佢真係得兩條路噶嘛，一係爆上，一係爆落。你見到其實嗱呢一個位幾時啊？6月30號，6月30號到而家7月28號，講緊一個月嘅時間。4.4去到8蚊，即係你話係咪淨係得生物科技股同埋嗰個所謂科網股炒咧？喂，香港人支持下香港啦，香港電視使乜炒咁多其他嘢啫？香港電視都係俾你炒啦，係咪先？即係嗱，我自己買家咧好簡單，你炒呢啲股票咧，其實有時唔使諗咁多嘢嘅。我之前買香港電視咧，你訂完之後你一般落貨，我買咩啫？買嗰啲咩維他奶啊、可樂啊嗰啲嘢啫嘛。落完單之後，你2-3日送貨啊。我早兩日落單係要等2個禮拜，佢做唔切啦，已經多到做唔切。喂，生意多到做唔切，股價仲唔爆到噓噓聲？即其實呢啲係好簡單咯。你望下先頭我哋嗰個表，你望下邊啲最死？莎莎、Sogo、六福嗱，即係你諗下呢啲咧，即係我唔係話要啲乜嘢，你出街已經唔出啦。你就算出街，你都冇心機買嘢嘅。好坦白講，你而家係冇心情買嘢。我先頭啱啱先同同事講，我話：喂，你而家出街，你會唔會走去買衫、買鞋、買咩？我真係冇心機買喎。同埋你根本都冇乜出街，你著得幾多件衫啊？唔係，同埋而家你出得街，你就嗰一日咧，你就好好把握住我今日橫掂出咗嚟啦，就會去買嘢。但係我全部買咩咧？生活必需品。買定啲嘢食喺屋企啦，幾日唔出街㗎啦。囤貨。係啦，你就全部買依啲。所以你咪見到生活必需品有幾隻啊？香港電視、CEC。即是759啦，利亞零售佢係做咩㗎？啲事利亞零售即係便利店啦 ，OK 啊，聖安娜都係。係啦，聖安娜啦，跟住之後嗱，國際家居零售啊，國際家居零售係咩啊？日本城啦，嗱，你見到咧，即係其實呢四隻佢全部都係同叫做香港本土民生有關嘅股份，就係生活。咁咪全部上曬嚟咯？你會見到佢賣咩？成日賣得最多
咩港港頭講咩賣口罩啊、賣消毒液啊、賣嗰啲咩鬼嘢滴露啊嗰啲嘢，咁樣砰砰聲上曬嚟咯。喂，講真的，你只831 O K， 唔覺年初到而家都升咗20%啦，係咪先？咁你去 O K 便利店買嘢多唔多啊？事實多咗嘅喎，因為你唔出去嘅話，你其實落到去買個杯麵都會買啦。即係呢個係好正常嘅一啲。消費模式咯，係同埋好似莎莎嗰啲護膚品啊、化妝品咁，佢主要係做女性嘅市場啦。咁啊，而家個個女仔都戴曬口罩啦。其實頭先我聽收音機都係啊，連阿嘟姐都話，支唇膏都好耐冇拎出嚟搽過。你戴口罩，你戴口罩，你仲化咩鬼嘢妝啫？即係如果你唔係因為你兩位靚女要上嚟做直播，講真嗰句，你都冇乜機會化妝。係啊，其實因為化住妝再戴口罩嘅感覺係好差的。係啊，尤其是夏天啊，又出曬汗啦，而家酷熱天氣警告係咪？咁啊，仲有除咗即係莎莎，即係除咗佢。是因為現在我們女性都少了幫襯之外，還有另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以前就有很多內地的人來消費，現在那一部分都沒有了，所以對她的影響是為何去到這麼大，很大，雙重打擊，員工確診，是員工確診，因為不知道為何的，你看到她特別多的，即是剛剛先跟Adis說，很剛有個位置，你看其他那些零售股呢，很少說什麼爆出她的員工確診的，是莎莎之前一年四單都是莎莎的，肯定是他們女肯定搞過一些搞不知搞什麼但肯定搞過一些，所以才會一起確診的，是不是？如果不是的話，沒理由你不見到一個佐丹奴混合 URI 這樣，其實即有沒有 URI 的，即不可以這樣說的，即你這麼巧有一個員工即不幸地中了，最慘現在就是你中了自己不知道，他沒有任何的徵兆，可能在他病發前，其實他的潛伏期他上班已經可以傳染其他人，所以我是很支持呢香港的雇主呢，即如果在看我們這個節目的話，真的應該給一些員工在家工作 Home Office Home Office， 如果不是真的無謂啦，被人家感染，我們都是在 Home Office， 我們每人一格這樣就同大家做直播，一人一格我們都不要見了喂，我們看一看其他東西啦，今天我看到呢都有哇，黃金的走勢呢就相當強橫了，今日啲金股咧就跌得好勁嘅，咁但係咧黃金嘅股價咧，即係金價，你見到咧佢就砰砰聲咁樣升咗上去啦。呢個係金價過一年走勢圖咧，咁你會破咗頂噶咯，其實破曬頂，你見到佢呢度咧喺上面嗰度破曬頂咧，金價咯，係啊，即係嗱，我知道你哋做咗啲功課啦，即係金價爆曬上去咩原因先？啲人唔信銀紙咯。不信銀紙，即係亦狂印銀紙啦。係咯，即係覺得銀紙已經唔保障啦，咁啲人就會睇金噶啦。嗯，最相信嘅係黃金啊嘛。幾時咧？關唔關打仗嗰啲事㗎？都關㗎，因為黃金有避險角色嘅作用嘅，即係其實阿 Cash 啱啱同埋阿 Daisy 講都講咗啦。金價咧，其實即係話點解會升呢？一嚟就係話一般同美元掛鈎嘅，即係話美元如果貶值，即係話講緊係咩咧？全球央行如果因為話刺激經濟，佢刺激經濟佢個手段就係印銀紙。一般嚟講，如果印得銀紙咧，就代表相對嘅資產貶值，即係銀紙會同其他啲資產咧係相對嘅。呢邊嘅嘢如果係印多咗嘅話，即係話錢唔值錢，錢唔值錢嘅話，相對嘅一方嘅資產就會值錢。咁所以其實唔單止黃金嘅。你譬如話點解香港啲樓市升得咁多？其實唔單止話啲人買多咗，係因為銀紙貶值咗，相對嘅樓價係升咗。因為呢邊唔值錢啊嘛，錢唔值錢，樓價咪值錢咯。所以其實呢啲嘢係相對嘅。呢個啱啱阿 Cash 講第一點啦。咁第二點阿 Daisy 又講嘅亦都好啱嘅，就係話即係咧，其實依家我哋比講得近少少咧，就係話南海嗰邊咧，其實嗰個地緣政治風險咧係持續升温嘅。因為你很少會見到，即係譬如你話美國連埋澳洲、連埋日本、連埋印度，你話喺南海嗰度咧就做一個叫軍演，咁同一時間中國亦都喺嗰邊做實彈演習，咁你會見到即係其實所謂地緣政治風險升温咧，都會對金價係有刺激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即係其實喺呢兩樣嘢，即係反映緊銀紙貶值啦，同埋地緣政治風險升温啦，其實金價咧你砰砰聲咁樣升，都炒到上幾年高位，炒到上去九年嗰位，哇！即係咧，唔好講話金股，你唔係金價，你睇下金股真係金股仲犀利，幾堅挺，哇！即係
90% 啦，山東黃金啦、紫金啦、招金啦、SPDR 金嘅 ETF 啦，你見到其實咧呢啲全部都升曬上去，即係咧，但係咧我自己 personal 咧，我就唔係好建議人哋追金嚟炒嘅，即係因為點解咧？金始終都係一樣冇實質價值嘅嘢嚟嘅，即係對於我嚟講，即係佢係因為真係純粹靠你個理由去刺激佢上去嘅原因，即係佢個某個程度等於啲咩咧？等於 Bitcoin。嗯、你可唔可以話到俾我知 Bitcoin 實際上佢用嚟做咩啊？等於你話金喎，金嘅作用，我話俾我知，因為我嚟送俾人啊，係咪先？即係佢存在嘅作用係因為送俾人，所以有價值。要嚟做龍鳳眼咯。係啦，咁所以呢個唔係一個理由嚟噶嘛？即係你每一樣嘢，你如果你資產有價值嘅原因係因為你樓係因為有住嘅價值，啱唔啱？咁你如果你話你譬如你其他嘢，你話買嗰啲金銀銅鐵石，佢係因為我嚟生產其他材料嘅一個原材料，佢會有價值喺度噶嘛？你金除咗係因為我嚟結婚嫁娶送俾人之外，其實我真係睇唔出佢有啲咩價值喺度嘅。即係話其實係純粹個人，唔係個人，係人類係賦予佢一個理由價值咯。係啊，賦予其實如果唔係佢只係一嚿嘢咯。佢係一嚿嘢嚟㗎，所以其實我就唔係好即金，你話炒下跟住金價嚟炒，我覺得冇所謂嘅。但係你見到今日咧，即係譬如好明顯啦，是但撳一隻嚟睇啦，你想撳邊只嚟睇啊？1787啦，冇啊，撳住1787，即係你嗰個最強橫嗰、那個。最強橫嗰、那個，佢係咪真係89.4% 睇下你望下1787，你大家可以望下啦，睇下今日跌咗幾多？睇唔到添，太細只啦，係咪啊？呢、這個7%，係嘛？呢度係喎，呢度你見到啦，跌翻落嚟，即係跌翻落嚟。其實咧，你會見到係代表咩咧？即係咧，佢嗰、那個升幅咧，佢反即係相對緊個金價嘅時候，佢嘅升幅咧。如果金價升1-2% 咧，呢類型嘅黃金股佢升1-2%，但係調翻轉，如果佢調翻落嚟行嘅時候咧，佢又會跌翻咁多嘅。即係你話，如果我撳翻之後嗰個黃金個股價圖，點解我話叫大家唔好去而家追金或者或者咩回調就買咧？你望翻嗱，紅色嗰條線咧，大家見到紅色嗰條線係50天線，你見到咧黃金咧嗰、那個走勢咧，好少會大幅偏離條50天線嘅。你見到無論在 below 定是 under 去下面那個位置上面下面很少會大幅偏離五十天線、你很明顯見到現在去到最頂最遠的那個位置那個頂那裡是不是、它現在已經是大幅偏離那個五十天線、即所以你說如果我真的要去 再升的買金股的話，喂你我選哪些位置？哇！我梗係等佢落翻去1800蚊，即係先之前呢一個橫行區呢一個位嗰度，我先至會買啦。我點會喺呢啲位嗰度話咩？一跌就叫人吸咧，我就唔會做呢啲咁樣嘅推薦咯。所以就即係我諗，因為金近排比較多人問，即係中意覺得佢好似升得好勁咁樣。睇到佢嗰個幅度啊，10万里啦。係啊，所以呢啲就呢、這個就麻麻地啦，去到最後一個部分咯。最後一個部分喎，恆生科技指數短線入邊最後一個部分。最後一個部分，我哋依個恆生呢個冇咗噶啦，先係咪講緊冇？海納智能啊！係啊，我哋去到最後一個部分啊，即係咧就梗係每一個禮拜都會有股票推介啦。景陽 tips， 景陽 tips 深水股啊嘛，喂，大家有啲咩好嘢呢只？智能。是而家生產機器的喎，海納智能係啊，係啊，生產機器的喎，係嗰啲嬰兒紙尿褲啊、成人紙尿褲，同埋我哋女性每個月必用的衛生間的機器啊，即係唔係製造呢幾樣嘢，係製造呢幾樣嘢嘅機器。係啦。係啦，即係我哋睇到啦，嗱呢只股票咧，佢今年6月先至上市嘅，咁就上咗市期個零月啦，咁當時招股嘅時候就好勁啦。即係超額認購成160几倍啦，咁咧我哋就見到咧就啱啱 Sell Days 講咗啦，就係佢做嬰兒紙尿褲、成人紙尿褲同埋女性衞生巾嘅機器嘅啫。嗱咁睇翻咧，即係如果先講條數咧，呢間公司上年啊，即係舊年全年咧個 revenue 咧就升咗12% 嘅，咁但係咧佢個 net profit 咧就跌咗30%嘅。咁佢自己本身就有個即係佢做機器噶嘛，咁佢個品牌就叫做海納機械啦。好啦。咁首先咧，我睇完呢一間公司咧，我問下你啊，如果你睇到呢一間公司，你覺得景陽會對呢一間公司有咩問題啊？睇下你哋對我認識有幾深。
對於呢間公司有咩問題？係啊，咁你睇完呢一間公司，你想知道買唔買得？咁你第一個問題梗會有問題噶啦。你覺得我會有咩問題去問呢一間公司啊？或者你哋覺得有啲咩問題啊？你俾啲 hints 我哋啊？諗唔出嘅喎，同佢啲產品有關嘅。銷售量啊？唔係。我第一嗱，我開股啦。第一樣嘢我諗咧就係咧，衛生巾有男性嘅咩？如果男性嘅叫紙尿片啊嘛。唔係，因為佢個業務佢自己講嘅，佢嘅業務咧就係話佢係做產銷嬰兒紙尿褲、成人紙尿褲及女性衛生巾嘅機器。咁我睇完佢嗰份業績，睇完佢嗰個招股書，我第一樣嘢喺度諗，我就係諗。衛生巾有男性嘅咩？點解要標榜女性嘅衛生巾咧？寫得清楚啲啫。我想問，係咯，我哋呢啲每個月都用嘅。O K， 嗱，我話俾你知，我先頭真係走去 search 有冇男性衛生巾。頂佢個肺，佢真係有男性衛生巾嘅喎。你講緊佢間公司啊？唔係啊，真係呢個 market 係有男性衛生巾啊。係嘅咩？係咧。即係放用係咩啊？俾阿伯㗎嘛。男性衛生巾你哋都冇聽過咧，所以我咪話點解我會問呢個問題咯，即係要睇研究一間公司嘅時候，即係咧你點解你會用到咁嘅方向去諗住先？你作男性衛生巾，你覺得個作用？我覺得係俾啲年老嘅男性係咪？咁但係如果嗰、那個濕巾嗰個就叫紙尿片啦。嗱，尿滲咯咁可能。即係咧嗱，唔緊要嘅嗱，大家睇下即係咧。觀眾朋友看不到啦，我不介意，我們找些資料給大家看看啦，真的有男性衛生巾的，是不是？日本的是不是？即是呢，還要是花王的，對不對？是啦，真的啊，專為有什麼尿失禁問題的男性而用啊。嗱，幸好你不懂的。其實就是說，他意思是比較輕巧的紙尿片，成人紙尿片。不是的，那個只不過是其中kind of一種而已。係啦，即係咧我講啦，即係如果我做一個叫做盡職調查啦，我研究一間公司啦，其實我唔會淨係齋睇完佢講嗰啲嘢，我就會睇佢標得女性出嚟。咁如果佢咁講，即係肯定係有男性佢先要標女性。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就咁講，我淨係生產衛生巾咯，係咪先？咁所以我一定係會睇埋佢究竟其實係咪真係有男性。而我發現原來個市場真係有男性衛生巾嘅，即係唔可以笑佢。佢原來咧。點解要標榜女性？係因為佢淨係做生產女性嘅衛生巾。咁、所以你話即係研究佢嘅業務，首先第一樣嘢，你話佢嘅產品，我就係要知佢嘅產品究竟係做乜？呢、這個就係我研究一間公司會做嘅一樣嘢咯。哇！呢一間公司咧，即係咧，其實咧就真係好鬼詭異嘅。即係咧，唔係講佢嗰個業務詭異啊。嗱，呢一間公司上市嘅時候，我同大家講啦。因為佢係做呢個衛生巾啊、紙尿褲啊咁樣嗰啲啦，咁嗰陣時上市嘅時候咧，兩個幾月前咧，咁就有人就傳咧就話恆安國際就1044，咁就話佢有兩個高管咧就入股去嗰間公司啦，咁同一時間咧亦都就講到咧吹到就話啊鋪王鄧成波咧，亦都有入股呢一隻海納智能嘅，咁所以。再加上因為它叫智能，人們就以為它真的做高科技的智能產品的，所以呢這間公司呢它當時招股的時候就超購100多倍，剛剛收我說167倍了，所以呢為什麼就會整件事就煲出來很厲害。但是呢這間公司呢真的它詭異的地方就是什麼呢？吹到咁大啦，又話有猛人入飛啦，又話有智能咁樣啦，咁其實原來佢係做機器嘅，就唔係做智能嘅。咁跟住之後咧，咁但係咧，佢上市之後咧，個股價咧就相當之恐怖啦。即係佢上市之後大概係點樣啊？即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佢哋上市之後嗰個股價係咁升到砰砰聲係嘛？係咁升到砰砰聲，好明顯就係你哋冇睇過資料分析啦，係嘛？即係掛住喺度講鬼故，咩講鬼故？俾資料你哋，你又唔睇，然之後喺度講解鬼故，梗係唔知啦，係嘛？俾埋啲你睇，你都唔講。喂，只嘢梗係跌到撲街啦！上市1.3元，你睇下個圖就知啦。一路就跌落去。嗱，上市高位就1.3元，跟住你見到跌咗落嚟啦。
一路就行遠處八毫子嘅啫。嗯、OK， 嗱呢啲咧典型咧就叫做呢、這個叫做卑劣莊家操盤手法。卑劣莊家操盤手法喺個市場嗰度咧，呢啲叫咩咧？喺個市場嗰度打锣打鼓賣曬股票高價出街。我話俾你知，只股票都未出街咋，暗盤，知唔知咩暗盤啊？即係莊家。暗盤即係咧上市之前嗰日，你已經可以 trade 呢只股票嘅暗盤，嗯、即係未正式嘅暗盤都跌15%。即是说你抽得这只股票就差嘢㗎啦，你都要输返你100蚊你要输15蚊俾佢。OK， 都未使搞咁多嘢啦，第一日你已经输15蚊俾佢。你第一日唔走你第二日仲大喎，你第二日呢日去到几钱呢？第二日6月4号收106，上市嘅开上市几钱啦，即係138，两日一个3.8跌到106，即係唔见咗3毫子。嗱呢啲咪典型卑劣庄家操盘手法囉。咁但係咧，佢嘅卑劣咧就無礙我推介佢嘅，係咪先？我哋呢啲咁點解要推介下佢咧？因為咧，見唔見到佢依家喺底部嗰度橫行咗八毫子嗰度咧，又係嗱呢度呢一個底啦，冇穿啦，一路喺八毫子呢個位嗰度啦，又橫行啦，係咪？咁、嗯、好啦，咁點解呢兩個位突然之間就將佢打高咗咧？因為咧呢一間公司咧就啱啱喺兩日之前咧就公布咗盈起。嗯、就話咧，佢哋預計截到2020年6月底咧，佢嘅純利就會升100%，係啦。咁如果你按照咁樣計嘅話咧，咁即係話佢今年純利咧有可能亦都可以升到100%。咁如果按照再咁樣計嘅話咧，以佢而家今日收市價收8.3定8.4字啊？今日收幾多？今日收8.5添啊！今日收到咁叻仔啊！嗯，以佢今日收8.5字嚟計咧。咁啊，即係代表佢呢一個市盈率咧，預測市盈率咧就可能會跌到落去得翻7-8倍啦。嗯，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咧，我推介呢啲股票咧，就係話喺下邊呢啲位嘅時候咧，其實你見到佢喺呢啲位咧就已經係橫行咗啦。佢一路都穿唔到八毫子嘅，你見到佢喺八毫子呢啲位嗰度橫行，然之後咧就一棍打上去，因為盈起。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呢啲咧就啱曬我嘅口味，就係話。在下面這些位置八毫子樓上而這些位置呢你吸納呢基本上擺一陣這些 return 會很大咯因為你這樣計算下去呢它現在的市值多少它的市值是得好像4億都不夠是4億都不夠它的市值3億多所以變成呢即你看到市剛剛八毫半子就收4億市值咁所以咧，你見到咧呢啲股票就真係啱曬我口味，就係相當之合乎我想要嘅嘢啦。咁啊、嗯，我會建議就喺八毫子嗰個位買咯，跟住之後就等下咯。咁第一個位置我會睇咩咧？上市嗰個價幾錢啊？1.38。係啊，八毫子上翻1.38啦，第一棍。嗯。即係幾錢啊？八即係四毫子，超過50%㗎啦。因為差唔多6毫子，因為4毫子嘅話就過二啊嘛，50%，咁就超過50%噶啦。咁我哋嗱有機會，如果我哋限聚令冇限到得翻一條友嘅話，我哋繼續做限到得翻一條友。限聚令限到得翻一條友，唔係我哋嗱下個禮拜再下個禮拜再下個禮拜睇住咯。限聚令如果得翻一條友，自己講其實係禁聚令咯，已經係唔係限啊嘛？係禁咯。是禁聚令，拍拖都不准拍。係啦，咁啊，我就去睇下啦。即係嗱，你呢個咧，嗱，因為咧啱啱時候咧，我講咧話點解呢啲股票咧咁兇狠，有咩好處咧？即係講多少少，好似冇講到話呢啲咁兇狠嘅股票有咩好處？嗱，咁兇狠嘅股票咧係代表佢收貨收得好足啊！嗱，因為咧通常嚟講點解會中意呢啲股票咧？一個三毫幾喺呢個位上市嘅時候咧。佢落翻嚟，其實咧，因為你一般 IPO， 如果你抽完呢啲股票咧，其實你輸曬俾佢噶啦，你咩位都俾翻曬佢嘅。咁、嗯、即係代表咩咧？其實呢只股票街貨冇乜，因為其實講真啦，你買得 IPO 嗰啲咧，通常都係博一兩日嘅啫嘛。第一日升，第二日升，咁你梗係俾翻曬佢啦。你第一日跌或者第二日跌，你都俾翻曬佢嘅，你唔會揦咁耐嘅，因為啲人係不斷諗住攞啲錢去抽新股嘅。咁、嗯、所以咧，你見到第一日佢連暗盤都跌10%。第二日佢都跌咗30%落去咧，基本上咧，你見到呢支陰燭都夠大啦，俾翻曬佢噶啦，嗰啲抽新股嗰啲，落到嚟你唔俾翻曬佢，喂，
你上你呢啲位，你呢啲位唔俾嘅話，你落到嚟呢啲白牛字位，你咪係俾翻曬佢咯。咁、嗯、所以咧，其實你喺呢度一路咁樣咧，你見到佢死下死下白牛字嗰啲位咧，玩咗咁耐咧，其實等於佢已經收翻曬、收乾曬啲街貨噶啦、嗯。收乾曬啲街貨嗰啲股票咧，就易搞啦。因為你見到你呢棍咧，其實嗱呢一日7月24日，佢收就收八毫二字啦。你見到啦 ，C close 嗰位八毫二字，嗯、即係呢一個位 close 啊，呢一隻收八毫二字啦，係咪？佢呢一棍一嘢都打上去八毫八指到九毫六指，八毫二指到九毫六指，打嗰個14格，即係十幾幾多個 percent 啊？八毫二到九毫六指係八毫二九毫六，八月八百一十六，即係差唔多20%。嗯。咁咧，你見到咧，即係代表係咩咧？個莊喺個 market 嗰度係冇對手，佢先至咁輕鬆咁樣將只股票打上去。咁所以咧，呢啲股票咧。你買翻少少喺度咧就冇壞嘅，因為點解咧？當個莊要再將只股票打上去嘅時候咧，佢係冇對手嘅，佢揾唔到對手，咁你會點打？飲佢打咯。佢最多咧係去到邊度咧？去到1蚊嘅時候，呢、這個位呢、這個位係點樣嚟嘅咧？見唔見到呢度有兩棍阻力啊？嗯。呢一度，佢最多上到1蚊嘅時候頂一日，好似扮穿唔到咁樣，第二日可能就一棍打上過二嘅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啲股票咧，基本上咧，佢喺呢度玩多兩玩咧。兩棍就打上過二，呢啲基本上係最基本嘅走勢咯。嗯，係啊，所以有機會即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啲股票咯，隨隨便便執唔少。好，隨隨便便執唔少。1645，係啦。好啦，嗱咁啊，今日節目係咪都差唔多啦？係啊。你哋仲有冇啲咩同想同大家講啊？呢兩個。準備聽日限聚。準備聽日限聚。我哋就最趁住最後嘅。聚埋嘅機會啦！趁住最後一日就去同大家食埋嘢先，我哋食埋嘢先啦。咁聽日我哋就唔可以三個人一齊啦。係啊。唔緊要嘅，下個禮拜三啦，唔係下個禮拜二啦，我哋準時再同大家見面啦。咁啊 ，update 下大家個市況同埋個別啲股份走勢啦。好。係啦，好啦，今日多謝曬 Daisy 張欣慈啦，同埋多謝曬 Cash Thank you 李基雪。好啦，拜拜。拜拜。